时间差不多，那我们先开始。大家好，感谢大家参与本次分享。今天由我和 Richard 来为大家介绍KubeEdge 是如何构建安全、可信以及适配性强的边缘网络的。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我叫胡伟，工作于 DaoCloud， 现在是 KubeEdge 开源项目的 maintainer。然后是Clement Richard 是工作于 nhop。是红帽认证的架构师，也是网络编码相关的专家。我们这次主要分为五个部分来为大家呈现KubeEdge 的边缘网络安全。第一部分主要是介绍边缘网络安全的这么一个需求背景。第二部分是介绍 KubeEdge 在对外连接上面的一个安全性。然后第三部分介绍KubeEdge 可信。控制平面的这么一个数据流的隧道，然后第四部分由 Richard 给大家带来网络编码相关的介绍，最后就是QA 的部分。首先，我们来拿一个具体的边缘场景的案例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车联网其实是在边缘网络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场景。首先，第一点是系统动态以及它的开放性。我们知道汽车在使用的时候是动态的，然后此时它可能会处于一个弱网环境，或者是因为司机流量的切换，导致它的传输可能会产生这么一个断断续续的情况，以及它可能会长时间的处于离线状态，比如在隧道中行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能需要车机的应用去适配这些弱网以及它的这么一个离线的场景。然后另外，车与车以及车与物的互联才能形成互联网，因此我们就要需要让汽，但是我们知道汽车是不可能会有固定 IP 的，所以我们就需要有类似于 P2P 的这么一个传输协议方式来让他们进行互联。然后第二点就是用户的安全保护隐私。我们知道汽车传输是需要有安全保护性，特别是对于控制指令，如果说汽车被入侵的话，那它其实会产生极大的这么一个交通的安全隐患。然后在车展中，数据包含了用户的隐私数据，所以可能也不能把用户的隐私数据给上传到云端。但是对于隐私这一部分，可能大部分的数据处理还是需要客户的应用来做处理，因为具体什么数据是隐私，可能用户应用才会知道。但是对于边缘训练的场景，其实昨天也提到了，就是 KubeEdge 下面的子项目 Sandana， 其实它基于联邦学习的这么一个能力，让用户数据在边端进行训练，最后将它的训练的参数汇聚到云端，然后云端再把这个参数合并来优化这个算法模型。然后第三点就是网络宽带的设备成本。因为移动端的数据是有限的，并且它其实是非常贵的，对于相对于来说内网的这种 IP 传输来说。但是车载上的数据传输可能会是非常频繁的。以及第四点我们提到的车其实可能在某个城市是非常的多的，其实海量的数据，如果说他们同时去请求到数据云中心或者说是边缘云，那它其实对云或者说是边缘云会的网络带宽是会有产生极大的压力，因此需要有相应的压缩算法来对其进行数据压缩，来节省它的数据成本。它怎么卡住了？稍等一会儿，我调一下。它这经常卡住。OK。然后我们把需求提炼成用户故事以及挑战，其实是如下的。边缘网络的
异构性质，就需要让那个边缘去实现高质量的应用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 5G 流量和 WiFi 的相互切换。用户需要一个能够支持弱网以及保障边缘计算保障它那个安全的边缘计算平台，来帮助用户去运维它的应用。然后其中面临的挑战主要就是有那个隧道的安全，以及对弱网环境的支持，还有它的那个高可用性以及那个高流量。边缘计算其实就是帮助他们去解决了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后面来看具体看边缘KubeEdge是怎么去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首先是那个网络的安全传输，在聊之前我们先要去了解一下 KubeEdge 的核心组件，它分别是怎么样的一个传输方式。首先在云端Cloud Hub，它是 watchlist API server 去获取到它关注的资源，然后可能会把一些边缘端去上报的一些资源的状态去更新到那个 API server 里面的资源。然后是那个 stream 和 tunnel server， 它们主要是处理API server 的 debug 类似的接口，就比方说是 logs 或者 xec 或者是 matrix。对，这个 API 流量会先达到那个 stream， 然后再由 tunnel server 去提供隧道，让那个 tunnel client 去连接。这个后面我们会详细的去说明。然后router 主要就是提供一个接口让客户去调用，然后去向边端去发送那个 event bus 和那个 service bus 的数据到边端应用。这相当于是一个简单的隧道。但是如果说是交互比较多的话呢，其实就下面前面提到的使用 P2P 隧道的那个 Edge Mesh 会是更好的选择。然后 Admeshing 主要就是处理那个 KubeEdge 自己 CRD 资源的验证，因为我们知道 CRD 只能做一些简单的验证，然后通过 Admeshing 就可以去做字段与字段的联动的校验，或者说是去做一些资源的写入。然后我们看边端，边端主要就是那个 Edge Hub 和那个 Tunnel Client。 Edge Hub 主要就是连到那个 Cloud Hub 云端去做那个信令通道的数据传输，然后Tunnel Server 就是给Tunnel Client 去连接的。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证书的服务1002端口，主要就是在边端接入时去提供那个证书去下载的，这个到时候下面也会去提一下。然后最后就是那个 Meet Server， Meet Server 就是相当于模拟API Server 在边端去提供读的接口。它其实我们知道 KubeEdge 在边端会有一个SQLite 的数据库，这样它其实在边端产生的读信息都可以直接访问 SQLite 数据库，而不用去访问到云端，这样其实在离线场景也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安全是怎么去处理的。在KubeEdge 中就主要就是提供两类型的证书，一个是自签证书，那它可能也是通过那个标准的这种证书平台去下发的。还有第二个证书就是K8S 的 CSR 申请的那个客户端服务端证书。然后我们现在把它们都抽象成了标准的一些通用接口，来提升它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然后我们可以看那个 Edge Hub 去访问到 API Server， 主要去用到的就是 API Server 的双向认证能力。然后API Server 去访问到 Stream， 其实也是需要用到API Server 去访问 Kubernetes 的这么一个双向证书。然后就是 API Server 上面去访问 Admeshing 其实可以去考虑使用用户自己签发的证书，因为在注册 Admeshing 的时候，它其实就可以去配置这个证书，或者说去使用那个 K8S CSR 去签发的证书。然后Router 以及那个 Cloud Hub 和 Tunnel Server 都可以去使用自签的证书。然后最后那个 Meet Server 其实用的也是K8S 那一套，因为其实边端的 Port 它需要去使用Service Account 以及就是它对应的那个 role 角色的一些那个 RDAC 的那种数据权限。然后中间可以看那个
service 的那个 client 以及那个 server 就主要是处理那个证书获取的，所以它没法去通过 TLS 去保障，但是它可以去通过那个 GWT 的 token 来保障，因为这是一个鸡蛋问题。如果说这个证书这个接口需要证书，那它其实是没有来源的，所以它通过 token 来获取到证书，来服务于后面的其他那个服务接口。然后就是因为国家有一些项目可能会要求那个支持国密算法，然后我们对国密算法也进行了一些研究，然后我们通过调研发现，其实 Client Go 里面的 TLS 代码其实不支持外部的那个国密算法的扩展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去通过源码去支持，那可能就要去重写所有服务类型的那个 TLS 握手的这一段代码，那其实工作量是非常庞大的，所以我们后面考虑，其实建立一个Web 的那个 proxy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就是我们就会用那个 Web proxy 来去做这个解决方案，然后就是前面我们说到，其实TLS 它其实是内部是不支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和 Kubernetes 相关的那个链路，其实我们都没法去做这个国密算法的认证，但是root 接口以及那个 hub 和Tunnel 的两条隧道是可以通过云边让他们去支持那个国密的那个双向认证的，我们 ingress nginx ingress 去通加那个国密支持，重新编译 nginx 让它支持国密算法，然后hhub tunnel client 以及 root 他们去使用国密算法的证书去请求到 nginx ingress， 然后 nginx ingress 再去转发证书，就转一道证书转成那个KubeEdge自带的证书来去访问他们内部的组件，然后那个国内也是有一些开源软件直接原生去扩展那个 nginx， 做那个 web 服务的，就比方说淘宝的天眼镜，它本身就去支持国密算法，以及它也有自己的 ingress。然后后面就是Kubernetes 安全审计，这个因为昨天已经提到了，反正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下载材料来官网去看一下。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 KubeEdge 的那个 Hub 隧道。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边缘场景，云边是单向的，边端它不可能提供一个外网 IP 给到云去访问，那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所以它就需要去建立一个反向隧道。因为我们知道那个 Kubernetes 它是 API server 要去调 Kubernetes 的，那这条路就可能断了，然后通过这个反向隧道就可以去建立他们的通信。然后这个隧道其实我们从上往下看，首先是那个 Edge Controller 和那个 Device Controller， 他们会去 Watch List API server 他们自己关注的资源，比如说 Edge Controller 他会去Watch Pod 啊Node 啊，还有那个 config map 等等，然后 device 它主要就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就是 device instance device model， 然后他们watch 到资源就会下行下发到那个边缘节点，然后上行的话就是他们会监听到那个边缘节点上报的变化状态，然后他们就会拿到这些状态去更新 API server。 single controller 主要做的就是它会去同步资源的那个 resource version， 这样其实当那个 cloud call 重启的时候，它就可以拿最新的 resource version 去访问 API server， 这样就不会去拿到历史数据了。然后整个隧道也会通过 QUIC 去支持那个弱网，这个我们后面会具体提到。然后在 cloud hub 里面，message dispatch 它去拿到数据之后，去把消息发到对应 node 的这个 node message queue。然后 Node Message Queue 会把这个消息再去用 ACK 的方式去下发那个 Edge Hub 去做交互，然后这个因为我们知道那个 KubeEdge 它其实是基于那个就是最新消息去做那个处理的，所以它其实对于数据重传它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那个在 message queue 那边它其实也是用了那个至少一次的这种保障去做那个数据传输。然后 ACK 它会试五次，如果说成功的话，它就会把最新的 resource version 更新到就是 single controller 它关注的object single 或者说是 class object single， 它取决于就是到底是那个集群资源或者说是命名空间资源。
然后如果说失败的话它就会丢弃，但是single controller 它会去做重试，拿到那个记录的这个 object single 去判断它的 resource version 是否是最新的，然后再去判断是否是删除或者说重新放到这个node message queue 去做那个重复的处理。然后未来就是我们提到可能会去考虑去把它们相互通信的隧道做一个加密解密，或者说如果说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去考虑做时间段的合并以及拆分。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 QUIC 协议。KubeEdge 是提供了 WebSocket 和 QUIC 两种 Hub 隧道的通信协议，它可以同时去提供，然后边缘节点可以选择性的去接入，去考虑 WebSocket 或者说是 QUIC 接入。然后QUIC 的核心能力我们可以看，主要一个是第一个点就是那个RTT 零次 RTT 那个，首先它本身使用了 UDP 它其实就是减少了一次 RTT 的握手，然后它内部使用的是 TLS 的 1.3 的这么一个认证，然后 TLS 1.3 它其实可以在第一次连接它是需要一次 RTT， 但是后面重连它只要保持本地缓存它就可以去用这个缓存，所以QUIC 基于这个 TLS 1.3 它其实最多一次 RTT， 但常态其实就是零次 RTT。然后第二个就是消息阻塞的那个阻塞头的复用，QUIC 流与流之间其实他们是相互隔离的，所以如果说单个流阻塞了它其实是不会影响其他流的通信的，所以它这边其实可以非常好的去兼容这个弱网重连的这种场景，这主要得益于它通过那个 stream order 去实现了那个重排序的能力。然后是那个连接迁移，就比方说我们在使用一个会议或者说是直播的 apps， 如果说我们从 WiFi 切到流量，它就可能会产生一个断连，这主要是因为它的 IP 变了，然后我们知道那个 TCP 的四源它只要是有一个去产生变化它就会需要重连，但是 QUIC 它有自己的那个 connection ID， 它使用这个 connection ID， 只要这个 ID 不变就算它的四源变了它也不会产生重连，它也能去做更好的支持。然后就是前向纠错，就是 QUIC 可以支持那个前向纠错，在弱网丢包的环境下它通过去补充这些FEC 的这个数据包，它就可以减少那个数据的重传次数。然后我们看那四张图表，第一张图表就是它的那个链接的建立的时延，蓝色的是 TCP QUIC 的橙色的是那个 QUIC， 我们可以看到 QUIC 明显是快于TCP 的，这主要还是得益于它的那个RTT 的优化。然后后面三张图是分别是模拟5%、15%和30%弱网环境下丢标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它其实纵坐标是在毫秒内这个数据做点的那个百分比，就是百分比越高它其实它的指标性能就越好，就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500毫秒里面它其实完成这个弱网场景下的那个请求是非常高的，就90%、80%、90%，就相比于 TCP 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哎，这个总是卡住嘛，稍等一下。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健全，Kubernetes 它自带了那个 Node Authorization 的这么一个健全能力，然后开启这个健全之后，它Kubernetes 就只能去读取那个 Service Endpoints and Nodes and Pods 这些资源，包括以及是Pod 相关的 Secret and Mapers Config Maps PV PVC 等这些资源，然后写的话它主要是能写那个 events， 还有那个如果说开启它的那个 load restriction 的这么一个
admission 的这种功能之后，它其实node 只能去操作 node 自己，包括只能操作这个 node 关联的 pod 的这个状态。然后因为 KubeEdge 用了自己的隧道嘛，所以它其实没法去使用 Kubernetes 原生的这个节点健全的能力，但是我们基于 Kubernetes 节点的健全能力做了一套自己的数据健全。首先那个在 Hub 接收到数据之后，我们会用那个 Kubernetes 自己的那个 authenticator 去过滤 KubeEdge 自己 CRD 的这些资源，就比方说 device 这些，因为 device 也跟节点相关的嘛，所以我们让这个节点只能访问这个节点自己关联的 device， 并不能访问其他的 device。然后过滤掉KubeEdge 相关的业务的数据之后，我们就用 client go 去设置一个那个 round trip。然后这个 round trip 主要做什么？就是会统一的去给那个 request 去增加它的请求头。主要就是一个是主的这么一个请求头，还有就是节点名称的请求头，然后调用到 API server 之后，就可以用 API server 的能力去做那个数据的健全了。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KubeEdge 的那个 stream 隧道。首先KubeEdge 它那个 cloud call 会在 API server 所在的这个控制平面节点去用 IP tables 去设置一个路由，让那个 API server 去访问Kubernetes 的这个链接劫持，然后转发到那个 cloud call 的 stream 的这么一个接口。然后因为 Kubernetes 它提供的API server 其实里面都有节点namespace 和那个 pod 的名称，所以在里面首先是terminal client 去调用那个 terminal server 去建立这个 web socket 的 web service 的隧道，然后将这个 session 与节点名称去做绑定，然后在 stream 里面通过这个 pod 和 namespace 找到这个 pod， 通过它的那个所在的节点去找到这个对应的session， 然后去做那个数据的传输。然后未来我们会考虑通过那个 eBPF 去做那个数据的流量转发，来提升它的性能。对，好，然后我的分享就到这了，后面由 Richard 给我们来介绍网络编码上的实践，让我们欢迎 Richard。 Let's extend a warm welcome to Richard。So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Clement. I'm a former Red Hat architect, instructor and engineer. I recently joined NOP as a platform engineer, and today I'm going t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our technology for edge computing. Okay, all right. So NOP is a company that started at the edge by implementing network coding into IoT device, smart city, and smart lamppost. They have been founded by two professors from Hong Kong University, Professor Sheng Hao Yang and Raymond Young. They also are the one doing the research on network coding on the field. Since a few months, we start to implement network coding in technology for cloud native infrastructure to improve the edge. And today, I'm going to present a little bit about network coding. So, network coding is actually an old concept that was not much recognized until around 20 years ago. In the late 90s, Professor Wellman was trying to prove that packet switching, also commonly called routing, was the way to reach network capacity, optimal network capacity. During this experimentation, he actually found that this is not the way. The way to do that will be by having computation in intermediate nodes. This is what we call network coding. So be careful, network coding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P4 programming, socket programming, and this kind of other programming on the network is very different. So NOP as a company, by implementing network coding in IoT device, smart city at first, we discovered that network coding itself is not sufficient to provide a maximum optimal network. We need also to have a protocol that will have congestion and flow control that is aware of this network coding. So NOP implemented one that's called BATS. I will present a little bit shortly after. So
let's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problem of all the protocols. So you all know TCP. TCP is reliable. It comes with a congestion control. Its problem is end-of-line blocking, tail latency, and ossification. So ossification in English means turn to stone. That means there is so much stuff that rely on TCP. You cannot change it. It's not extensible really anymore. Then you have WebSocket that is using KubeEdge as a tunneling. It actually rely on TCP, so all the shortcomings of TCP is on WebSocket. Then we have UDP. UDP is super fast, but is not reliable, doesn't come with congestion control. It's actually just, you can see it as an extra layer, a lightweight layer on the IP layer, so it's really nice. And then you have QUIC. So QUIC is trying to be as fast as UDP and as reliable as TCP. It's actually a big enhancement in network protocol. The only thing is lacking is network coding, and especially a congestion and flow control that will be aware of that. Actually, in the specification of QUIC, there is a note about integrating forward code erasure, that is a network coding algorithm, kind of, and is not yet implemented. And in the specification, they don't mention this forward code erasure to be integrated into flow and congestion control. So BATS, the NR protocol, is a little bit similar to QUIC, as we use UDP as a carrier. It's living in the user space that make it not ossify. And it comes, of course, with a congestion and flow control that is aware of network coding and innovative algorithm for network coding. We integrate a few features that are commonly used as interface for Kubernetes, such as IP tunnel, TCP proxy, UDP port forwarding, also called a UDP proxy, and UDS, Unix native socket for applications. Okay, so as Wu-Wei was presenting, KubeEdge rely on one tunnel. Actually, the part of KubeEdge that brings this tunnel is called Viaduct. It's the software that is here to create this tunnel, either with WebSocket or QUIC. The problem of QUIC in this kind of edge computing is it's still touched by packet loss. And packet loss will give QUIC a lot of latency. That's something that network coding can solve. Partially, at least. So there is many ways we can integrate BATS with network coding, with edge computing, sorry. We can hijack, actually, the traffic, so we can go through our own protocol. Or later on, we work on implementing it as an own option, as a tunnel. So we hope in a few months we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BATS in Viaduct, so KubeEdge can use it. So we have a little bit of graph comparison that we output. So the left one is actually, latency 10 milliseconds, jitter, and a loss rate of 5%. The first one is from our open source test framework that you can find online, and is comparing KCP and TCP with our BATS. So you can see BATS have two modes, BTP and BRTP. One is reliable, one is not reliable. And you can see that the runtime trip is much better. And there we output a little comparison with QUIC. And as you can see, we are much more stable if there is a loss. So on the graph on the right, you can see we have a loss of 10%. It's worth noting that after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packet loss, QUIC sometimes just cancel the transaction. So it make us a little bit more stable. All right. Just to finish, network coding is quite an interesting technology. It will make the edge more reliable. And it will help to provide better service at the edge. Thank you.喂，看下大家有问题吗？哦，行，那没问题的话，我们分享就到这，感谢大家。